超级无敌好用，你知道吗？像我们一般放香料啊，你是不是就只有一种香料罐？你看哦，它往这边推，它是这种有点像颗粒式的，看得到吗？好，OK，颗粒式的。然后呢，你把它推回来，再往这边推呢，是可以这样。然后我那天问他说："这口那么大干嘛？"其实有些人在炖一些法式料理啦、美式料理，其实他们会放很多的罗勒啊。迷迭香啊，它那种香料是比较大片的时候，它其实就可以用这个，所以你看它很棒哎，超屌的。然后另外是这个酱油罐，它很棒哦，它这里有一个 QQQQ 的细胶按钮，所以你普通时候这样子它不会滴出来，对不对？但你这样有没有，你就可以按那个量，呼呼呼，sashimi、wasabi、油、虾米，你都可以。